我们欢迎下一位。有政治标记的那颗最正的那颗正星星，哇，好开心哦！今天来到这里真的大开眼界了，太棒了，长庚。好，星星，那你要加油啊哈！那代表这个妇产科对不对？对。唱什么歌？女生生小孩都很勇敢，只是偶尔可以不要那么勇敢。是。所以我要唱的是范玮琪的《可不可以不勇敢》。好，加油！来，星星，请开始。你用浓浓的鼻音说一点也没事，反正有没有痛才是爱的本质。一个人旅行也许更有意思，和他真正结束才能重新开始。贴心的日子换分手两个字，你却严格只准自己哭一下子。看着你努力想微笑的样子，我的心像大雨将至那么潮湿。我们可不可以不勇敢，当伤太重心太酸无力承担，就算现在女人很流行释然，好像什么困境都知道该怎么办。我们可不可以不勇敢，当爱太累梦太乱没有答案，难道不能坦白的放声哭喊，要从心底拿走一个。前面都很棒，可是副歌啦啦啦啦啦那个啦都会没有到，可是那个音就出现了很多次，几乎在那段里面出现8次。那如果一两次没到就算了，可是太多次就会有点危险。而且你8次都迷到我，你会发现他拖高音有一种魅力。我特爱看这个东西，就那种台风很特别。台风，对啊，而且其实他的声音也非常好哎，我觉得他你们这个医院都这个女性的工作朋友都好温柔，是非常棒，就是一些小技巧啦，所以这个加分题要把持一下，好，加油加油哈。
那我加分题带来陈淑桦的《梦醒时分》。好，加油。早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，你又何苦一往情深？因为爱情总是难舍难分，何必在意那一点点温存？早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，在每一个梦醒时分。其实我觉得你的声音真的好好听哦！我刚刚跟龙璇老师讲，你根本就是梁静茹的接班人了，已经是那声音疗愈，疗愈哦，然后非常的舒服，我都想给你生啊！哎，不是，就是说有机会帮我未来的太太处理一下，真的很棒哈！而且我觉得你的声音当中有一种情感，特别你有一些喉音的那种声音，其实很好听，会让你的那个唱歌技巧比较丰富一点点。然后你刚刚清唱的时候 key 比较没那么高，所以不会像你刚刚唱的时候会有比较上不去的感觉，所以要慎选歌曲了。好，恭喜你过关，谢谢老师。欢迎下一位。大家好。好。哎，大家好。我今天我是大高雄中医师工会常务监事郑建中医师。今天我特地休整来这里，就是要推荐我的宝贝儿子。郑义清，他是准中医师，谢谢。因为他从小就喜欢唱歌，那我也是一样，所以他有我的基因。我也是很喜欢唱歌，我也参加过比赛，啊，也得过全国中医卡拉 OK 比赛第一名，谢谢。所以我就一直鼓励他。我怕他紧张，我怕他紧张会失眠。昨天我也特别跟他做了头针的头皮针的针灸，结果一夜好眠，对，所以这中医的头皮针真的很有效。好，现在我们来欢迎我的宝贝儿子郑义清出场。各位评审老师好，那在座各位观众，还有全国电视机前面的观众，还有新加坡、马来西亚的朋友，大家好。我是高雄长庚中医部的实习医学生郑玉清。那这次有这个荣幸能来参加金牌麦克风这个舞台，就是非常紧张。然后昨天就为了这个比赛，特别吃了很多那个响声破底丸，就我们的中药的一个方，这样。那希望今天的声音可以直接穿到北台湾，然后让全台湾都听得到。请问玉清，那你要唱什么歌？我今天带萧煌奇的《你是我的眼》。好，加油，请开始。
如果我能看得见，就能轻易的分辨白天黑夜，就能准确的在人群中牵住你的手。如果我能看得见，就能驾车带你到处遨游，就能惊喜的从背后给你一个拥抱。如果我能看得见，生命也许完全不同，可能我喜欢的，我想要的，我爱的都不一样。眼前的黑不是黑，你说的白是什么白？人们说的天空蓝，是我记忆中那团白云背后的蓝天。我望向你的脸，却只能看见一片虚无。是不是上帝在我眼前遮住了脸，忘了掀开？你是我的眼，带我领略四季的变幻。你是我的眼，带我穿越拥挤的人潮。你是我这世界就在我眼前。我要告诉大家一个秘密，就是昨天我爸帮我把脉的时候，我把脉发现说他今天功力会很好，所以应该会过关。谢谢各位，郑怡清你最棒。我可以感受到你爸爸有多爱你，那个感觉就为了你这个儿子很骄傲的。爸爸是不是觉得他唱得很好？他是唱得最好的。啊，跟你比呢，有唱了比你较好不？哎，我拢唱老歌。哦，他超强的，他超强的。真的啦，有机会您来比赛啦，好不好？就在休整几天嘛，大家身体都很好啦，现在。我不像院长哦，他儿子哦，站在这里不用他推荐哦，你们都知道他是院长的儿子。是是是。我要休整呢，所以你要特别出来一下哦，不好意思啊，让你跑这一趟哈，我们对不起你啊，对不起。谢谢。啊，你白也在给您囝咯。恭喜过关。谢谢。的那种就在学校比赛的那种 level 就是不一样，而且就是评审们给的意见也都很好，嘿，对，是这样，对，好，因为我现在跟爸爸刚刚给他的演唱打几分？他是我的儿子，我的儿子最棒，打100分。好的，谢谢。好，谢谢爸爸啊。最会唱的 rock 版财神爷即将降临，你是我看过全台湾最 rock 的一个财神爷。我相信自由自在，我相信希望，我相信伸手就能碰到天。我觉得你是对准的财神爷，如果天上有痣的话，一定是为你骄傲。每一刻都精彩万般，台湾高雄。我是中医病房护理师王玉婷，你也是歌唱好手吗？赶快报名金牌麦克风。